我居然无意中发现我女朋友在栽赃我。哎，这谁的？表演开始。这是啥？从你车里掉出来的？你问我？不是，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是啥呀。我短头发，你觉得我会用头绳吗？肯定是你带别的女人了。头绳？演技还不错，味道还挺好闻的。好啊，你怎么避讳的人了？还在这怀念呢？哎，不是，这味道怎么这么像咱家洗发水啊？反正你现在得给我一个解释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不信去查查行车记录仪，我要是带别的女人的话，那肯定有我俩在车里说话的声音。万一你们俩偷摸干啥，就是不说话呢？万一是好久之前录音都没记录了呢？大姐啊，我前两天先看4.0升 V8 发动机油耗大，不想开了。再说了，我拢共才看上这车多长时间啊，咋可能没记录？我不管，反正你有事，你带别的女人出去，你也得带我出去啊。去哪？破罐子破摔。什么 cosplay 啊？哎呀，你不要扯那些有的没的，现在在说你车里有别的女人头绳的事吗？哼，先说好啊，我肯定不会去跟你参加那个什么 cosplay。为什么？哎，你那些显贵朋友个个都开那么好的车，浑身名牌，人家一块手表都够我赚一辈子。哼，我可不去丢人。我也是有尊严。哎呀，你不也开着 G63 的吗？再说什么衣服手表的，现场人家穿的都是 GK 洛丽塔小裙子什么的。好家伙，这是打到我远了。再说吧，再说吧。这样吧，今天你要是能把这事给我解释清楚，我就不为难你。原来在这等着我。我要是真解释清楚了，答应我要求不过分吧？你看，这能解释清楚吗？幸亏我早有察觉。这，你还在第一层。你说吧，什么要求？我陪你去，但衣服得我挑。你想问我穿什么吗？恶魔露出了他的獠牙，穿个奥特曼。大熊。